都撕碎，不留遗憾作祟，舍去一生的漫长换一回。假如决定卸下防备，真心错付于谁，敢给就不怕摧毁，爱不愿沉睡，寒冬天地也无愧，殊途不同归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因为你是宿命无解的谜题，所以我祈求有奇迹，斗转星移，哪怕被岁月染尽，而我只愿为你去寻，寻命为永远的奇迹，至死不渝，一路同行。Yeah, 爱就是生命。自其诞生以来，我们一直在避免他与祝宇有所牵扯。此番他们母女相认，情况怕是会对我们不利。是我疏忽了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林渊会一直摸索到乌岩村来。天晴之海也已经知道了我们正在收集龙晶，他们恐怕已经猜到龙晶会用来对付他们。这点倒是无妨，这么多年来我们与天晴之海不是一直都是相互提防相互试探吗？其实我更担心的是天晴之海会告诉月京照他的身世。我相信祝宇在未找到安全的拯救余族的方法之前，他仍然会遵守我们之间的协定，不会将真相告知月京照的。但是月京照已经知道他和咱们老三长相相同，而且他很快可以顺着起源宗追逐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。那我们就加快计划，尽快处理掉起源宗，反正起源珠也够用了。你伤都还没有好，你跑过来干嘛？之前是我失手让秦昭打落了面具，责任在于我，我会想办法补救。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前不久刚借用镇武盟之手铲除了起源宗江宁分舵，宗主也死了，我想修书一封通知高校，让他去总坛继任宗主。起源宗善后之事今后由我来负责。老大，起源宗之事一直是由我在负责。你继续盯着天晴之海，若是祝宇强留其，我们就必须出面阻止了。嗯，三弟，别多想，你伤势很重，他是希望你能好好休息。而且我明白老大的意思，他是怕我再做出计划之外的事。你呀，老大对你不放心，我看也是应该的。林叶，祝宇怎么又叫林叶了呢？起，你来了。祝宇，余族是不是有很多法术？是啊。那你可以教教我吗？你是我的女儿，只要你想学
我必定倾囊相授。真的？嗯。那你可以教我护身之术的解法吗？今朝因为我失去了很多记忆，我很内疚。护生之术，是不是因为护生之术是余族秘术，你不愿意教我？当然不是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。那我今天时候不早了，你先回去休息，学法术的事情我们改天再说好吗？怕我想不开自尽啊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。小今朝，喝一杯。来。嗯。如此美景，当饮一杯。来，齐总是很喜欢水，我总说他像条鱼，没想到真的被我说中了。原来他就是鲲啊，他的想法总是跟常人不一样，身上还会长鳞片，这下都说得通。鲲又如何？人又如何？来，为齐找到自己的身世，干一杯。哎，今朝你还好吗？我能有什么不好的？齐找到了自己的身世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人啊，有的时候挺有意思的。你现在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：强颜欢笑。我挺好的呀，哪有强颜欢笑？哪里都有。今日我们知道小月是余族的少君，你却成了一个没有记忆的护生，心里多少有点不好受吧？确实不好受。那你会怪小月吗？怎么可能，我只是难过，和其相处三年的是我。真的是月今朝吗？想要和齐在一起，想要保护他的想法，是月今朝内心的想法吗？齐对我的依赖和重视，真的是因为月今朝这个人吗？小今朝，在我看来，你的这些问题不过就是庸人自扰罢了。是啊，没有过去，没有记忆，这三年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我是月今朝这个人。现在好了，我连这个都确定不了。往好处想，你们一直在找身世，不论如何，现在找到了。是啊，你说的对，其终于找到了亲人，我应该为他高兴。
金昭，金昭，还有你，啊，既然有心仪的人，就要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意才行。我试试吧，试试。家双子早逝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你能否别再问了？我不想对你说谎。罢了，你不想说，便不说。贤清，你不必担心我，这对我而言已经是常态了。就算你不心疼自己，你身边的人，爱你的人，他们就不心疼吗？我不会让他们知道。可我知道，我心疼你。行，亲自你收下。若璇姑娘在哪儿啊？哎，算了，还是下次吧。既然有心仪的人，就要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意才行。硕璇姑娘，怎么又是你？干嘛老跟着我？我刚才喜欢我？我刚才从那儿过来，就过来看到你。我们鱼族崇尚的是英雄豪杰，你连我都打不过的胆小鬼。我已经比之前厉害很多了。那好吧，那我们俩就打一场。如果你赢了，我就让你喜欢我；但如果你输了，你就有多远滚多远。啊，这打不打？打。昭言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作不知道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知道你之前说我们是朋友，但我不单单只想成为朋友，我也不单单只想成为知己。
那日我送你的簪子便是我的心意。张英明明对我也有意，可为何一直要逃避？我陆张英是个短命的人。我不论你寿命的长短，我只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。北风提絮雪落别离，不忍看你流窜泪迹，如故恋心曾破离，不如将我不明收去。尽管有阴缺洛小姐可能有事找宛如那洛姐阴晴如冰里，你好好休息。用最轻唇语下最狠决定，无语气息。赵岩，我会等到他。若流水落花皆是谜，就别论谁负了起。若后悔无期，别窃听相思里，在梦里哼那句相思里。你输了。我现在是不够厉害，但我总会变得更厉害的。总有一天我会变成大英雄大豪杰，所以现在你这人也还有点意思。那树玄姑娘，你喜欢什么东西啊？天晴之海和君上。哦，那这两个是在一起的吗？君上就是天晴之海，天晴之海就是君上。哦，那你还有什么喜欢的吗？还有小鱼。我也喜欢鱼，真的烤着吃炸着吃都好吃。哼，滚开。哼。不对，硕玄姑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对不起硕玄姑娘。那我又被我搞砸了。赵岩，你在外定要注意身体。嗯，麦明，你也是。天晴之海，鱼族少君，这鱼族少君和那扁落环又许是师徒关系。曹芳，事情真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你不是惯爱看好戏？日日足不出户，我怎能落下看戏的步伐？既然那月琪是坤，现在就能解释得通他为何能使热海药环有异动。为何？九泉药环取自天地神物，九泉灵力自会相互感应。热海药环取自龙角，雾魂药环取自坤的鳞片。那么月琪能使热海引起异动，那也便不奇怪了。受教了。看来周岩在外面真的很开心。
人影。女儿家终于长大。祝玉，按照昨天说的，你是不是应该教我如何解除护身之术之法？不行不行，昨天一提护身之术，祝宇就避而不答。到底该怎么问呢？青州怎么在这儿？你要让齐留在天晴之海。齐跟着我流浪了三年，吃了不少苦，也该让他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里。可你无法替他做决定。其实我想过要带走齐，可他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身世，这里的人都会尊敬他，爱护他。我不能因为我的私心夺走原本属于他的一切。可是他愿意跟你走，你是他最重要的人。其知道的一切都是我教给他的，他之所以会选择我，是因为这三年里他只有我。不是这样的，你执意要离开是因为护生之术。Thank you.
你真的要把我留在这里？姐，你还记得吗？在景安那时，你问我娘亲是什么？我知道你对娘亲的渴望，所以无论我如何陪伴你，都不可能取代你跟祝宇的母女之情。可是我不想跟你分开。刚开始你可能不习惯没有我的日子，但慢慢的你就会习惯了。我怎么可能能习惯呢？会的，就像一直佩戴的玉佩，也会不经意的落下。金哲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把小鱼玉佩找回来。等我。月姑娘虽然天真，却不愚笨。总有一日，她会明白，在她的世界里，并非只有你们二人。保护过度，终是不可。再见了，起。找到了，岳金昭走了，他是乘云来时离开的。这是他留下的东西。我在这里面写了其平时喜欢的一些东西，也算我这三年来照顾他的一些心得。你放心，我会如你一般爱护照顾其。姬很贪吃，但很少挑食。最喜欢的是鸡蛋面和景安的即食糕点。我们上回说到，为何天外喜欢听戏看话本，尤其喜欢听说书人讲奇闻异事。每次在街上碰上了说书的，八头牛都拉不走。天一震，电闪雷鸣，那个是冲过桎梏，飞天而去。开启了一段传奇的。除了有些好吃外，对穿衣打扮、住宿行路都不讲究。不过他以后在鱼族会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其很机灵，反应很快。但也是在年轻时步方比较迟钝，需要慢慢的教的。
还有，虽然其实少君，但别给他太多规矩和束缚，他不喜欢，他需要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。走不出灰心思念的锦上，我一定要为你找到解除护身的方法。小月不在，接下来准备做什么？既然齐已经找到了身世，接下来该到我了。我得想办法找到扁落环。我不仅要问清我的身世，还要铲除齐元宗，以防他们。这有脚印。锦昭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突然想到，既然我们在饮马河遇见了高小养的妖兽，那么启元宗的据点会不会就在那附近？有道理，若要剿灭启元宗，恐怕要与镇武盟合作，可我们与他们已经闹掰了。我可以不去。贤卿，贤卿是不是还在介意之前左盟主之事啊？这件事情于我而言不过就是指尖清风罢了。我已经活了上千年，而左冠人不过年过半百，我怎么会同一个我的晚辈斤斤计较呢？而且千年来我随心所欲惯了，跟你们走了许多路，我也乏了。那师叔便先回雨青山休养吧。那你还会回来跟我们会合吗？萧炎悄悄跟着我，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我知道你是为了成全大家跟镇武盟的合作才离开的。萧炎懂我，不过我还以为你是来告诉我答案的。Thank you.
想什么？想，我想与你再次会合，也想和你在一起。再会。君上，少卿怎么样了？其已无大碍，但刚才我看见他流泪了。流泪？少君是君上的后裔，坤怎么会流泪？是啊，坤怎么会流泪？我还是坤，可我的女儿却越来越像人类了。定是少君在人间游历太久，被人类同化了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君上，不如趁此机会将少君留在天晴之海，陪在你身边。万万不可。君上，若是让少君长时间留在天晴之海，怕是会破坏我们与横道众的约定。大不了跟横道众撕破脸，还不是时候。君上，还有一事，现在横道众正在开采龙晶，而龙晶可用作于机关能源，我只怕日后会用来对付我族。不足为惧，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寻找热海。是。拥有了热海的生命之力，君上便可快速治愈我们鱼族了。只交换一点灵
丝随即的突击，燃烧的痕迹都藏着秘密。不期而遇的剧情都是我小心安排的注定，注定是我为你披荆斩棘，哪怕结局终究难逃宿命，付出一直交换存在的证据。